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学习一下，学习什么呢？学习认识地狱。那么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地狱呢？我认为是有的。先从这个道理上来说啊，你说如果人们他的行为是没有所约束的话，那么你想吗？这个地球飘在这个空中哈，你看几乎它是每天24个小时基本上是准确的，你看一年365天大约也是准确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知运行了多少亿年了，还是如此的精确精准。所以它就是从这个自然法则来说，它是有约制的。其实说地球的转动的这个时间速度的准确性，该热的时候热，该冷的时候冷，到每个季节的时候，它的地球的反应它都是很精准的。那么还有一个，从自古以来哈，从世界各地，当那个时候还没有兴起真正的叫宗教信仰的时候，人们其实会自然的就开始去总结这些自然界的这个规律，寻找它的法则啊，而且呢都自然的开始崇拜天，与天相关的事情，比如天上的太阳，天上的月亮，甚至还崇拜大海，还崇拜天空。还有一个，他感觉到了，但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后来统称为神。那这个东西到底在不在呢？如果我们再翻阅一下这个世界各地的哈古老的图画这样的遗址遗迹的时候，就不难发现，在世界各大民族和地区啊，都曾经有古画之中画着类似像神灵一样的生命的状态。可是我们现在生活里头，你很少看到神灵，对不对？很少看到，对。但是是否存在呢？我觉得都是存在的。那么说地狱存在，那鬼存不存在呢？那也有人说了，我用科学的方式，我能不能去见证？你看英国、美国很多科学比较发达的国家，有一帮科学家专门测试侦探的结果就是说，我宁可相信它是有的。哎，还去侦探的时候，那个椅子自己哗就倒到一边去。你说这是巧合，会不会有人绑条线？他们家试验的现场怎么会呢？那些科学家、那些教授是很严谨的，对不对？还录到很低沉的声音呢，还有些地方出现一些暗的标识啊、亮点呐、等等的，这个是有的。相不相信是你自己的这种，就是一个个体，一个人。就像一个蚂蚁思考这个世界一样，它实在思考不了，它就是能想到它的家园就是蚂蚁洞，就在跟前两棵树的跟前溜达，这就是它全部的世界。但是呢，它对地球有认识吗？是没有的。那朋友会问，这个地狱在哪里呢？在哪里呢？下地狱，这是我们大众常说的一种状态。你比如说皇帝坐的高高的龙椅那个位置，底下的群臣底下站着班，对不对？用仰望的这个目光和心理状态来面对更加尊贵的那个生命。所以呢，总觉得好的，比如说我们死亡之后的天堂应该是在上，我们死了之后如果真的入了地狱成了鬼呢，可能在下头。这个不是错误，这叫做习惯性思维。所以地狱的这个概念，我所认为哈，它不是在咱们的地底下，地底下挖出石油的再往下挖就有地狱了吗？不是这样的，它是一种叫时空概念。实际上我认为地狱的这个时空概念可能就是我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我们就是肉眼看不见它。但是当我们进来了另外一种的状态的时候，我只能说进入另外一种状态的时候，才发现说与地狱相关的那个世界是和宇宙一样，是巨大无比的，没办法去把它看到边缘在哪里的。因为人真死了之后，到了地狱之后，没有人感觉像下楼梯一样，或者像钻井之窟就下去了，不是这样子的，而是飘走了，或者被另外一个恶鬼捉走了。也许他看到一个光，也许看到一个黑的门，推过去就是那个世界。从人类到那个鬼的这个阴间的话，那你说到底几公里才到呢？刹那间就到。只是就是说我们没看到那道门。其实到天堂也是如此，
天堂也是如此。你当你要被接引到天堂的时候，也是一刹那就一道光就过去了。有人说看到你飞升了，那也仅仅是一种显象，它不用飞升，推门进去就是天堂，也不用往下跳，推门进去就是地狱。所以这个地狱呢，就特别其实像今天我们说在这个电脑的网络世界之中，我虚拟了一个世界，虚拟了一个世界，我用一个方法一点一个门进去了，我在那个世界里我画了很多房子，画了很多奇怪的怪兽，对不对？它是这个宇宙当中的一种时空的状态。所以我认为呢，地狱啊，先第一个说有地狱啊，第二个概念，地狱不一定在下面，因为上下左右的概念是人类自己来认为的一个叫下，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叫下，你也可以把世界称为都是在下面，可以这么理解哈。所以地狱不一定在下面，但是在地狱一定是受苦的，在天堂一定是享福的。地狱有无数的鬼魂，有那么多的鬼王来管理吗？像佛还有很多天神哈，很多天神都是有化身的，很多天神的境界是达到化身一千个，化身一万个，化身十亿个，都是有这个能力的。就是到了这个神的这个世界来控制整个宇宙的共存和共生的这个平衡状态哈。当这个鬼魂有多少，神灵永远比他多一万倍，他可以达到这样子的，对，他才能整个把控好对整个人类与宇宙世界的一个非常就是精准的平衡式的运行机制。所以鬼多神更多。人死后由谁来审判？审判期是多久？他是由阎罗王审判，这个也叫阎罗大帝哈、啊。这个阎罗呢，在地藏经中叫阎罗天子啊。为什么叫天子呢？他是专门管理人类的生与死的。你想想，那他的权力是有多大呢？那比一般人大多了。就是神也有寿命终止的时候，对不对？就是你要死的时候，他派人来收你的魂来了。哦，他可以安排和要求你必须降生到，比如说那个富贵人家，你必须这一世中状元，你必须这一世做医生，是吧？都是经过他根据你的功德业力之后，就给你分配出去了，所以决定你的生死大权的。我认为哈，他不能有叫宗教倾向，啊，我觉得和哪个神关系比较近，没有这个概念，他一定要叫绝对保持以后的宇宙的平衡。首先一个把握一个好坏的平衡。他这样的神达到这个级别的时候，他对自己的管理和对整个世界的管理一定要绝对的要标准，他就没有一种说贪污受贿，对某某神某某人有情感倾向，没有啊，他一定要绝对的公正，所以他不会把自己放在一个某一个宗教信徒的这样的一种啊影子下面，这不可能的，谁都被审判，该抓你的时候那一刻都不容缓，就把你带走了。所以通常被地狱使者带走的人呢，是惊恐不安，甚至非常痛苦恐惧的那个感觉。嗯，是这样的。那通常这种的话，能不能上天就不知道了，不确定。这种肯定是要经过一个严格的审判期，就是头49天。为什么用49天呢？因为还有一些东西是一种模糊，这个好坏有点难分，所以才用49天啊，来总结你应该下到哪层地狱，在那里关多少年，是这样的。哎，所以头49天特别的重要啊。如果咱们有亲戚朋友，谁家都可能遇到这种事儿哈，要注意头49天一定要做点啥啊。阎罗王能不能被收买？能够成为地狱使者的这样的神，他不是鬼来着哈，他也不是人来着，他人类没有办法用任何人类所认为的财宝啊、金银啊、
美色，什么帅哥美女啊，他对你这个身体就一点兴趣都没有。你喜欢的钱和金子银子对他来说像粪差不多，对他来说没有意义。请问你用什么来贿赂他呢？你不知道他要啥。对，人类追求的东西对他来说毫无意义。逃过人间的法律制裁，死后还会受到地狱的惩罚吗？公正之神就是阎罗王哈，那个遇到这样的人，他是最恨他了。所以你本来早就应该受惩罚，对不对？可是你逃避了这个惩罚，你用钱财或者贿赂的方式，是吧，让自己没有得到法律对你制裁，那到地狱来要加至少10000倍的刑罚处分。比如说你的罪过吧，应该判1年在人间，可是你逃过了，是不是？到地狱之后呢，先加10000年，再算你别的账。在人间服刑过，是否会对下地狱后的惩罚产生影响？他如果在人间服了刑了，再下了地狱哈，对吧？阎王爷在那一算说，其实，法律的证据只查到了，比如说你骗了20个人，是不是？只查到了10个人，那还有一半人呢？还有因此受到这样的侮辱和折磨的人，因此早10年给气死了。有的为这个事儿就闹离婚了，整整形成了整个的伤害，这个账全部算在这个骗子头上去。所以若想人不知哈，除非己莫为啊。对，在法律的这个证据下的这种状态，抓不住你，对不对？作案高手就很难查呀。但是阎罗王你骗不过，你只要做了。到你死那来给你算账的时候，就全部呈现在阎罗王和你的面前，全让你看个遍。因为在天神来给你算这个账的时候，所以整个前因后果到后期连锁性伤害和出的这些问题全部算在你头上去。在人间只讲究死的证据那个部分，因为人他是不完美的，和神比的话，神可是全方位的，看的前500年后半年500年全给你看透了，你害的人所引发的罪过、痛苦、麻烦、伤害全算在你头上去。就是对于地狱、天堂，还有对于宗教的认识，或者是相信，或者疑惑，或者根本没有受过这个教育，当你死了之后是同样受审判。不是因为你相不相信或者你知不知道而决定受不受审判，因为有罪过所以就会被判入地狱。凡是进到地狱，那就是受苦的。地藏经就讲的，首先你也进了这个地狱哈，那第一下先看到的就是整个地狱的周遭啊，就是巨大用铁做的那个大围墙，以一个人也好，鬼也好，神也好哈，因为就天神犯罪，还有鬼犯罪都会关进去，跑不掉的。就是从我们以人类的这个灵魂状态和一般的天神来说，关进地狱不可能出得来，他的设置的机关能力是你没法逃脱的，他里面让你受苦的这个方法比人间的这个监狱来说要痛苦若干倍啊。当然比如说那种叫上刀山下火海的概念哈，这其实是地狱现象的一种描述，叫千仞地狱。哎，你这个其实就是整个一个刀子山，你没法站立，可是你一睁眼人就在那里，你的身体已经被很多个刀穿在那里了，你整个身上都在流血，等你痛的痛的要死了之后，哎，一会儿又醒过来，你可能又走了一步，就又把你又全插进去，你只要往前一爬，刚从后面的刀拔出来了，前面刀又长出来了，从地下长出来，从横面长出来，都是有可能。所以我说它比人间的这个监狱的话要更惨，更加立体，更加三D化。它这个刀不一定从山里长出来，对不对？从空中就长出来，而且让你呢，你还能当你的罪大恶极的时候啊，你的犯的错最多的时候，你能看到就是1000个、10000个、100000个自己在同时上刀山，让你的身体千疮百孔，而且是无数年了。很多种这个受苦的监狱哈，你看还有一种叫耕蛇地狱，就地藏经里就有写呀。一般人想，我也想过，一个舌头才多大，叫耕地的那个犁给耕，那个犁我见过，
有那么老大，还有小电视机似的一个尖的一个铁的刃，对不对？那舌头呢？到了地狱之后要梗你的舌头的时候，你舌头就变大了。哎，他说前头找个大铁牛，拉着大铁犁冒着火，红烫红烫的，在你的舌头上一勾，前那个牛使劲往外拉，拉出来之后你想想，拉出来就是一块肉吗？不是啊，可能连气管到心脏一块往外拉，就是这样的，把你痛得要死，快痛死了吧？哎，又长回来了，长回来又继续勾，又继续往外拉，是吧？其他的小鬼说趴在你的舌头上，连啃带咬，再拿刀子戳，啊，割的一块一块的粉碎，绝非让你死，啊，那你想想这是为啥呀？撒谎呀，这个两舌是非、挑拨离间呐、啊，你总给别人带来很多痛苦，这个都算，都是有罪的，因为你的心意是伤害嘛。这个很多地狱，你像。经常还有那个大油锅地狱，是吧？你一进去，咣当就跳到油锅里去了，你不跳也不行啊，那狱卒把你推下去了，而且是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啊，从一个人炸成一个鼓的肚子大青蛙一样的，烫的全身都是泡，而且这也让你不死，让你痛苦的，那个痛的极度的程度，对不对？所以通常那个下油锅的哈，都是通常来说是贪财害命者，就是特别贪婪。当你过分贪婪了、你就容易伤到别人。当你伤害了人之后，这个罪过就大了啊。其实很多人贪财，也有人我为了图财我就把你杀了，是吧？哎，我图财的话，对，我把你骗得精光。我图财的话，把老先生最后那个棺材本都给骗空了。所以这帮骗子要小心啊，哎，将来下油锅呀，你骗的人伤害越大，你被煮在油锅里煮的这个时间就越久。还有专门吃眼珠子的地狱，哎，吃眼珠子也叫蛋眼地狱，就是你这个死了之后就在那个地狱，那个铁鹰哈，飞上铁鹰，哎，你还没发现铁鹰在哪里，哗一下就过来抓了你一钩子，他那个嘴像钩子一样，就把你的眼珠子给掏出来了。他往外拉的时候哈，说把这个眼球给拽出来之后，它不是个鸡蛋就空的了，后头啥都没有，还连着很多筋啊、线啊、电线啊、网络之类的，还跟着一堆这个东西，再往外拽，连脑子都拽出来了。它不是一次，哎，你这个给弄出来一次觉得痛苦吧？哎，痛苦就对了，这个不痛苦咱们再换招哈。哎，痛苦让你哎痛死了之后，哎再醒过来，眼睛还在肉里头，一只大铁鹰又飞过来，啊，这次可能用爪子往外逃。哎，掏眼珠子，说不定遇上几个爱踢足球的人拿眼珠子打球啊，来回踢球当乒乓球打，这都是有可能的，让你活生生的你那眼珠子叫人当球打啊，是再来过来个恶狗再把它吃下去，哎，所以让你就是活受罪啊。还有烧手地狱，烧手烧脚的地狱，尤其是小偷，经常用手偷东西吧，是吧？哎，烧你的手，哎，他不是架了一个炉子哈，就是你的手，你不管藏在任何一个地方，总有火能烧到它。这是地狱，它不是人间，是不是啊？哎，你的手在哪里，它能烧到你，而且你要躲吧，躲不了，他可以一个命令，说定，嚓，你的手就是伸开，你都没法旋回去，对不对啊？而且看到一千万个自己都伸着手，底下一个大炉子在烧，就那么烧，就把它烧糊了、烧焦了，冒烟成了灰。但是你还没死，哎，但是有多痛呢？大家手上都扎过刺嘛，你扎一个刺儿多难受啊！何况他把手慢慢这个烧烧，让你经历过那个整个那个烧毁的过程，到了那儿。就像今天把你判刑进了到监狱，你给犯人和狱警说我要忏悔，没用的啊，晚了呀，被判决了呀，对不对？你把人家该气的都气死了，该把人老头棺材本给偷走了之后，老头当场气死了，对不对？他活不过来啊，你这会儿受苦的时候你要忏悔啊，没用，烧，继续烧，是吧？你不是忏悔了吗？两个半小时才给你烧烂了，啊，火慢一点，
小火慢慢烧，慢慢烤。在那里的20年，它的时空感觉哈，就在人间至少2000年，它的每一天还很长。就你的地狱越深，你的时空感觉越慢。还有烧脚的，整个烧的你那个世界哈，全是烧红的铁板，没处可躲。你屁股坐在那儿更痛苦，你还不如烧脚呢。啊，看你的脚慢慢的烧成灰，烧成干儿，啊，你的身体体重咔就碎掉了。你看着自己剩下两条白骨头的腿，还有呢，这个活狗，啊，活狗地狱啊，这个每颗牙齿，咱们别说活狗了，你养过狗的人知道，那个狗牙是很锋利的，它比人牙锋利多了。那地狱中的活狗呢，它的厉害度，它那个牙齿的尖锐度哈，比人家的刀子还锋利100倍。狗咬住你之后啊，它那个头就使劲甩，它通过甩就是想把你那块肉给拽下来。一般的狗不厉害啊，它咬一下就跑了。厉害的狗哈，它咬住不放，不放之后这么拧那块肉往下，最后把那块肉给拽下来。可是这是活狗啊，它一边你会闻到你的肉的香味儿，就一下就给你烫熟了，哎，慢慢把你撕掉，把你咬烂的。到了那个世界哈，摸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你的肉体就是更现实。如果你胖一点，到那更胖。所以让你一定要体会到啊，这个血肉皮肉之苦。所以还有很多很多地狱，凡是地狱没一个好受的。那这里再给大家介绍最最麻烦的，我们说无间道就是无间地狱，啊，是永远不能超生，永无止境。有一天，一个10来岁的小女孩去逛她当地的集市，她呢？走着走着，这前面有一个卖现场做炸鸡的一个摊，那个香味很好闻，就吸引他过去。里头可能飘着一些炸的鸡块，哇，好香啊！就顺着这个，哦，觉得这个香味从这锅里出来了。就这样，前面个锅低头去看，结果做炸鸡的这个男老板呢，这炸鸡上面不是用刀拍还是什么弄的，加工了一块鸡肉之后有点大。啪，往油锅里一扔，油锅正在沸腾之中，啪一下，那个油锅的油就溅起来，就溅到小女孩的脸上，当场双目失明，多半个脸烫的失去了人形。哎呦，这小女孩痛的打滚啊！这个炸鸡的人吓坏了，哎呀，周围人都围过来看，很多人就骂这个老板，你不长眼，你把这小孩给烫坏了。老板说，我不知道这是站了个小女孩啊，我今天我习惯的是不是晚上搓点面弄弄拍两下我就往扔，结果扔出去才发现锅旁边站了个小女孩，小女孩正在我扔的这个时候是低头往下看。哎呀，你说这个多寸多巧啊，这个我这个肉扔进去的时候是她头最低的时候溅到了脸上。哎呀，你想这小女孩呢，痛得满地打滚了，满地打滚的时候，他滚在哪大街上，他不知道怎么弄，一碰一掉一层皮就会掉，就遇上了个疯狗跑过来，上去就咬，哎呀，最终的结果告诉大家，一只胳膊和一条腿都被咬断。有些狗哈，可厉害了，它咬都不松口啊。你拽，你往死里打它，你拿铁棍打它，它就咬住就不放。这是什么呢？这是食肉动物的一种特性。它认为是猎物哈。科学角度来说，它的肾上腺就开始飙升了，它的凶残的感觉就出来了。它处于叫狩猎状态，但它咬住后就不松口，就为了得到猎物啊，它为了养活自己啊。所以众人怎么打没用。你想这小女孩这真是今天倒了大霉。那有人问我，那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恶缘呢？这么残忍哈！前世的故事是这样的：这个小女孩的前一世啊，是个年轻的男生，17、18岁，小小风流，长得就是一般，但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乡下孩子。可是他呢？就暗恋上一位他们同村的
比她小两三岁的小女生，一个很可爱的孩子，叫做荷叶。可是这个荷叶呢，并不喜欢这小男生。这小男生姓郭哈，咱们把他叫郭小生。荷叶并不喜欢这郭小生，觉得这小子油头滑脑，不务正业。但是呢，这郭小生呢，对荷叶是越追不上就越痴迷。你看，又像猎物吧哈，越追不上越痴迷。有时候恋爱就是这样，结果一直想方设法去观察跟踪，反正就是对这个荷叶念念不忘，抽空去盯着人家，看人家干啥，和谁约会，今天吃的啥，今天打扮怎么样，总想和人家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这荷叶又不喜欢他呢，就总躲着他。这郭小生其实也挺没趣儿，但是郭小生得不到手绝不罢手，处处跟踪观看这个女生吧。比如说在自己院子里头工作，他就趴在墙外头悄悄往里看，这干嘛呢？这有一回一看不得了，女孩正在洗澡，这看的这个痛快啊，哇，这个身材不错呀，三围不错呀，比啤酒桶好多了，觉得挺美。但是他发现女孩身体上有个特征，这个女生呢，屁股上有块红色的痣，痣通常是天生就带来的，娘胎里带来的。看完了之后，他突然觉得有点觉悟点什么事儿。第二天，他正在游手画闲的走，突然间撞到了他们村的媒婆，就专门给人拉媒说亲的这样的老太太。遇到媒婆之后说：“哎，大姨，你干啥去啊？”“嗨，别提了，我要给荷叶继续说媒。我告诉你，我已经替他找了十来个了，人家都父母亲托我给他说媒，一个赛一个的好，不像你游手好闲，是吧？不干正事儿。”郭小生说：“我游手好闲，我告诉你，荷叶早看上我了。”媒婆阿姨怎么说？“拉倒吧，你骗鬼去吧，他看上猪也看不上你呀，怎么给你好？”“哎，你还不信，大爷，你还不相信，我们真的好了，这是他隐瞒着大家呢。如果你不信，你问他，他的身体上一个秘密你们都不知道，我亲眼看见的呀。他的左屁股蛋上有一块红色的胎记，你不信去问问他，你再找我。等着喝我的喜酒吧。这么着哈，先托你，不用给别人说了，你去给荷叶他妈说，我正式向他提亲。如果他妈不答应，我就要我们俩相好的事告诉乡亲们。”这说的这么振振有词的，还一脸正经的，底气这么足的跟我说，哎呀，这媒婆也觉得什么真的假的，这混蛋小子，你给我等着哈。就赶快就到了荷叶家，给荷叶叫过来，叫上他妈妈一聊。那姑娘一听就脸就红了，你不要胡说八道，是吧？以后你这别到我们家来说媒来了。他说：“人家说的是振振有词啊，你那个屁股上是不是有个红痣啊？”姑娘一看，哇，吓了一跳啊。姑娘的妈妈都吓坏了：“孩子，说咱们是正经人家哈，这你不可以胡来啊，你这给我们祖宗八辈丢人啊。这个是因为他妈知道他屁股上确实有痣啊，对不？你不跟人相好，怎么知道你屁股上有个痣？你不能干这种让我们一辈子抬不起头来的事情啊！你怎么办呢？”这妹妹就哭：“妈，我没有这事儿啊，对不对？要不你那屁股怎么让人看见呢？”“我不知道呀。”哎呀，他妈也是一脸疑惑。这个其实一边骂孩子，一边想着到底是这坏小子怎么知道的这事儿。其实很简单嘛，过去哈，古代我们这个房屋这个结构哈，没有现在做的严实，就是很多窗户缝门缝都那么老宽，
说屋外刮大风，屋里刮小风啊，都是这样子的。所以这姑娘洗澡被人偷看了，而且编了谎，还告诉了媒人。何爷的妈，哎呀，觉得老脸通红啊，这到底孩子有没有干些这些事情，就说不太清楚。那何爷真的是有苦难言了，哭了一整晚，第二天把哭的是爸妈都听累了，睡着了，他自己跑河里自杀了。跳河前的意念是什么？要报复这郭小生。这个何爷死了之后不久，郭小生就被他把魂灵弄去，就死了。那是第一次。现在知道的是第二次，何爷转世变成了炸鸡摊的老板，被烫瞎眼睛的小女孩是谁呢？郭小生。这事就了了吗？还有一万次。为啥伤到他的眼？你看到不该看的东西，你别乱说呀，对不对？你想，如花似玉的小姑娘，就这么被冤枉死了，她的父母兄弟的感受是如何呢？她的妈妈两年之后又死了，怨恨的。爸爸气成了重病，所以这种仇恨的感觉放大了一万倍之后，就慢慢修理你，这一下就是一万次。所以让他该惩罚的时候就加重了这种伤害，就让他祸不单行。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你越倒霉，哎，这个坏事就跟着来。这有很多人，比如说你正在走着路，突然上头掉下个木头砸到你头，说砸死了或者砸伤了，你想想这是不是有个原因呢？一般的原因说上头安装木头不安全，是不安全，怎么为什么偏偏砸到你头上呢？早不掉晚不掉，专到了你头上去，都是有原因的。所以在佛门讲这叫因缘，返回来读就是原因，就是这个事物的呈现一定是有原因，现在你的反应就变成下一个结果的原因。接下来你就打鸟吧，打鸟，哎，又形成一个新的因果。对，佛陀早就教化我们，若知前世因，现在受者是；若知来世果，现在做着事。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因果的关系，我们欠债就要还债，才能避免更大的伤害，这就是出路。所以要学会把控自己的心，一心向善，不作恶，忏悔之前所做的错事，从现在开始不再去伤害。在骂别人的时候啊，知道懂得嘴下留情；贪心伤害来的时候呢，手下留情。那么减少了伤害就是积德。怎么样早还到过去的罪业呢？更好的方法呢，去行善，做善事。还有呢，不贪便宜，凡是好机会来的时候，一定要想到可能是倒霉的时候来了。等你感觉倒霉的时候来的时候，其实光明就在背后跟着你。希望你无怨无悔，坚持自己正确的道路去走。地藏经中描述人的业力如同须弥山一样巨大，如果我们修行了一辈子，业力仍然无法还清，该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的道理哈。请问我们活的是现在还是活到了未来呢？现在。明天还没有到来。第一个危险是
明天我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一个活着的你，每个人都不敢说。那你说明天也太快了吧，但是说明年呢，不管你年龄是几岁哈，都不一定。没有发生的其实也是最危险的。今天你以为是自己的完美的，尤其小女生来说，未来一结婚你生个什么样的宝宝呢，你可以给自己定制一个，你想的那么完美，事实上呢，就曾经在温哥华一位女士，她父亲跟我修挺多年，这个女儿什么都不信，她已经生了两个宝宝了，完了问我，她很冷血地问我，你看我适合再接着生宝宝吗？我说不适合。我就这么问她，我和她也没怨没仇的，非常清净的心，她问我，我就真正帮助她才回答的，我说不适合。那么几个月以后她又来找我，师父啊，对不起，我怀孕了。你怀孕为什么我对我说对不起啊？他说你我记得问过你，你说最好先不怀孕，可是他说就是自然就怀了。我说哎呀，也许就是天意吧。他说我跟你说，其实我主要是信科学，啥都不信。我说你不信干嘛问我呢？他就想见证一下你的看法和最终结果是否一样。嗯，那就试一试。再过了几个月之后，孩子生出来了，他抹着眼泪告诉我说，孩子他的心脏多了一个洞，少一个右肾。师父，这可怎么办呢？我说你此刻的心情呢？哎呀，痛啊，从来没这么痛啊。我相信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可以理解这种感觉吗？如果是个东西，大不了买了不好退货或者扔了，对不对？你自己生的孩子，你拿我来做个见证，证实的结果会让你和孩子痛苦一辈子。我们的债如须弥山，佛说的也不会骗你。因为那你会说为什么，是吧？请问你的起心动念都是在爱他人吗？你起心动念爱一个帅哥都是为了自私啊？你起心动念会爱一个老奶奶吗？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你以为没有伤害，其实都是伤害，你的意念都是伤害，我们还不自觉。就有的时候大祸临头之前还跟你说，我算卦的说了我长命百岁，哎，不一定，没有发生的都是不一定的。就算是今天你成为世界首富，也请你夹着尾巴做人，老实一点，别傲慢，有钱多做功德，没钱就多念佛。所以就算自己认为是个大富大贵功德无边的人，你更应该去布施。就像地藏经中是这个佛陀在经中教化我们了，我们还要微笑，亲自的将食物将钱财还要面带微笑的送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还要说非常温柔体贴的话语，还把自己的财布施送给人家。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在对明天和未来铺路啊。借地藏经这个非常慈悲伟大的功德，借佛陀在刀立天为母亲以及为众生讲法的这个大因缘呢，让大家更受益，让大家获得更深更厚的功德啊，也激发起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慈悲怜悯之心，让我们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慈悲善良的人，让我们家人，让我们的祖先都能够受益，得天神鬼神的护佑。所以你功德做得更大，你走到哪里，这一切天神鬼神都护着你，那就是消灾灭难，如意吉祥，那多好呀。
我们接下来呢，大家一起呢诵念地藏王菩萨心咒啊，我们准备了。
萨摩耶萨哈哦哈哈维萨摩耶萨哈哈哈哈哈哈维萨摩耶萨哈哦哈哈哈维萨摩耶萨为什么耶稣好
为什么耶稣为什么耶稣？
为什么耶稣啊哦为什么耶稣啊啊啊啊啊啊为什么耶稣啊哦啊啊啊为什么耶稣啊啊啊啊啊啊为什么耶稣啊哦啊啊啊为什么耶稣啊啊啊啊啊啊为什么耶稣啊哦啊啊啊为什么耶稣啊为什么耶稣啊
为什么耶稣？
三摩耶娑哈，哦哈哈，为萨摩耶娑哈，啊哈哈哈，为萨摩耶娑哈，哦哈哈哈，为萨摩耶娑。以此功德呢，回向法界，回向给所有的众生，啊，愿大家都能够离苦得乐，功德无量，所愿皆成。
愿世界和平。我们来念佛，来恭敬佛，赞叹佛，礼拜佛。像我们请了地藏菩萨的那个古堂卡啊，对，家里头抽空哈、啊，十斋日，尤其是容易记的初一十五啊，在菩萨前上个香，每个礼拜自己反省一次，反省一次就想我哪件事处理错了，哪件事就是一种妄想，哪件事开始有了嫉妒心，和老公或者是和孩子说话的时候太霸道了啊，太八婆了啊，自己可以思考反思，如果做记录更好，做笔记，这样你就改过了。所以每一个礼拜有一个自己一个忏悔日，就是我们也可以用礼拜天啊，礼拜天就是来整理自己的心情的时候，来回忆这一个礼拜这个是是非非，好好坏坏，自己做一个评断，坏的就是忏悔不再做，好的继续好好做。那么还要在想呢，我这个礼拜我干了哪些好事，把坏事和好事都给记下来，这不挺好吗？好事继续弘扬，坏事从此不干，这点特别重要哈、啊。我建议大家一个礼拜来这样的总结一次，特别特别重要。我们就怕的是什么呢？你长了几十年从来没忏悔过，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儿，就是一直在犯的错误，越长年龄越大的时候，你的罪业就越重，所以你的各种的烦恼疾病就找上你来了，你越老烦事就越多，事事都会不如意，所以你是没有总结自己的人生历程的人。所以我是希望大家啊，能够一个礼拜来总结一下自己，所以明天大家在念的时候呢，增加一种忏悔的心来念佛，念菩萨圣号。我相信哈、啊，其实把我们身上的不好的那种污浊的东西通过一忏悔啊，它化作一股烟雾就没了，就走了，就像妖怪离开了你一样啊，更容易得到佛菩萨和诸神灵对我们的护佑，哎，我们的好运才会来。请问师父，为无间地狱里的亲人念佛供灯会有效吗？他们能因此获得解脱吗？我们先简单说一下，哎，要有这个因缘啊，要有这份巨大的能量，将你的祖先祖辈能够接引到极乐世界，他才能出得来，知道吗？地狱之门开了之后也轮不着你出来，那个围墙一万里高，你能出得来吗？你出不来，那谁能让他出来呢？佛、地藏王菩萨才能把他弄出来，知道吗？佛去了之后，那火立刻就灭了，接谁谁出来，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到底怎么执行呢？你可能没有佛的这个法力啊，怎么办呢？去供佛，在佛前点灯，来超荐自己的祖辈和亲人，还有的是英灵，为他们超荐，还有为很多你世间不如意的人和亲人去点灯，让佛去关注他，关照他，对吧？比如说你个孩子不听话，孩子读书不专心，哎，在佛菩萨前供灯，哎，让佛给孩子智慧，是吧？孩子做事业那个不顺利，哎，在佛前点灯供佛，让佛啊去帮助孩子，啊，就这样子。光靠我们的人力是做不到的，是吧？所以要想改变这些可能会引发的这个恶果哈，可以要借佛的力啊，既改变我们的亲人朋友，最重要的还改变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心要改变。那种奸吝吝啬的人的话，是因为他们太自私啊，他总在索取和要求别人，要求别人的本身就是索取，说你必须穿整齐，穿成我要的样子，你头发必须弄成什么样子，是我要的样子。因为很多人说我为了你好，你的行为要符合于我的，这哪怕临时的要求，这就是自私，你在满足我的感官。还有很多说根本做这个事没意义，说为了满足我对你的统治感，像军人当了兵之后，为什么新兵训练都去了之后立正稍息跑步，不管是刮风下有大太阳，就是让你要服从他的命令的。军人不得已不服从命令，
所以军人一个口号叫做服从命令为军人的天职，对不对？但是你一起生活的人不是军人和长官，你没必要去强迫和命令别人，对不对？不要命令别人成为自己的快感，否则你容易造成犯罪的这个现象。你自己犯了罪自己还不知道呢，说我没做什么错事啊，这每件事上对别人吝啬一点，最后变成大吝啬，甚至是灾难。那种艰涩啊，那种尖刻感，那种刻薄，那种对他人的强迫症，那种对他人的恶劣的要求，手下留情，嘴下留情啊，要心慈手软才是解脱之道啊。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善良的人，你先学着去做供养布施。所以大家是有必要好好学一下这部经哈、啊。这个听起来呢会让人不舒服啊，会让人有点毛骨悚然，但是我觉得呢，我们有所畏惧就有所收敛啊，有所明白那种危险性，就应该学会懂得好好做人。出路也给大家指引了啊，希望大家好好去做啊，做一个慈悲善良啊有智慧的啊温文尔雅的人啊，真正做一个善良的人，无论对家人还是对其他社会人，还是对这个世界上的一草一木，都应该怀着慈悲感恩的善良之心，我们才能得到一个美好的结果啊。对于这个长辈的这个孝敬孝顺更是至关重要的，要不然的话，我们会有一天这个因果呈现的时候，到时就晚了。既然说你一个腿上有个毒疮不治，等慢慢扩散之后，医生告诉你说锯腿才行，说如果你早来治半年也没事啊，说吃上 几天药就好了，对吧？因为你不管，所以它就蔓延下去，它就最后就发作了啊。所以很多的行为我们知道错误一定要改正啊，我们将来才不会受大苦。所以最重要的是大家听到过这部经啊，我觉得就可能不容易掉入到这个苦海和地狱之中，因为我们都会有所被震动，我们就开始从这种迷茫的昏睡之中这个警醒起来啊，做慈悲善良的人。师父好，请问佩戴天珠对我们有哪些好处？在过去啊，师父给我的也有我帮过人的，那时候天珠没那么老贵重，我在那里就听说的这个传说哈、因为那个师父给我的还有一些其他我帮过的朋友送给我的那个天珠，它是有点老，那个长的天珠啊，我那个天珠啊其实最后砸成什么样子呢？他们在上面取药，对，抠一块一块，尤其是藏医呢，经常会拿这个去，尤其是用于什么呢？镇静的，镇静安神的。藏医就是说，到处你找个老的天珠，有这个活佛加持过的、念过经的天珠，完了之后呢，再配着他的药，来镇静啊，治一些癫狂啊、躁郁症啊等等的，反正很多种症状，他们都会用这个。而在藏医当中黄金都能入药的，所以我那个天珠呢那么长，我差不多快10公分了啊，那是一个很长的九眼天珠，戴了大概4年以后砸成一半了这个砸一下，哎呦对不起，我本来说砸一点，结果砸出1公分下来了，哎好吧好吧你砸吧，反正已经砸坏了，所以我戴在那儿半个半个越砸越短，最后有一个人说能不能给我呀，我孩子病重，我说给你吧那个时候像那么长的老天珠哈，那是明代的500年以上的哈，能换6块瑞士手表，金壳的手表，在西藏那个人最多那条街上就有当地的康巴人给我换，我就不换，师傅给我了不换啊，这是救人了，我的东西只管救人啊，不管卖钱啊，他们是有这么一个不是迷信是藏医的这个说法，它就是能量强的啊，又通灵的，磁场强的。我那个时候那个天珠哈，我那样拿着穿个线儿的时候，这么这吊着，我比喻哈，然后线儿吊着的时候，我那个手这样感应的时候，大概1分钟以后，我的手心都麻乎乎，
这个是不一样，因为它加持力比较强，就是历代的师父的加持念咒啊，这个是就不一样了啊。那一般的新田珠呢，就是一般没有得到那么多的大师的祝福呢，它的价值就会低很多啊，所以这个不一样。但是我们的法务，我们慈悲音上面的这些宝贝都得到了师父的加持啊。这个我修行还不够哈、啊哎，但是愿望是好的啊。对，就像这个地藏王菩萨一样，希望佩戴者离苦得乐，避开一切的鬼神的侵扰啊，对，都能够就是得到护法神啊的护佑啊，随身的护佑。所以你这个珠子是戴在身上的，除了睡觉的时候摘下来哈、啊。不睡觉的时候随时可以带着。那么通常呢，越长的越贵，越长的越贵啊，那短一点的就便宜一些。所以现在给大家定制的这些天珠呢，都是特别好的材质哈、啊哎、就是增加通灵啊，护身啊，吉祥如意，甚至可以传家下去，甚至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你要带在身上把它带走，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护身加信物。你像我手上戴的这个，我们国内叫南红嘛，南红玛瑙，对，南红的玛瑙，它都属于叫玛瑙这个大颗的，它生下来就很红的，又很透亮的红的，那就很少。你戴一天之后就油光光的，这个我就戴了一天就油光光的。这个在八年前我戴了一年哈，这个现在昨天我找的时候戴了一天就油光光的，就特别好。你想天生这样的一个石头，那么油润，那么色彩那么鲜艳，很少，所以它本身就是通经活络，就是让你充电的，你好像人体跟安了个电池一样，就是这样。这里每一个小物件都有它的传奇，都有它的故事。里面塑造这一尊佛像，那个发心人是处在什么状态？你看塑造这尊佛像的人是什么？他们家是藏民，在经山的时候去中国云南去进那些布料、茶叶、珠宝，那这半路上呢又军阀互相打仗，是吧？本来是一年就能回来回家的啊，经过六年多，他家的孩子带着他家的那些工人、佣人，才把他的货啊一个人都没有受伤，哎，把货啊安全的运达西藏。哎呀，全家人就在佛前许的愿哈、啊，我要塑佛金身了、啊。他家老太太最老的老祖宗塑佛金身，孩子们回来之后立刻供养塑佛金身。你看这尊佛像就在那样的情况下出钱出资铸造出来的，当时上头带金冠的啊，经过了那几百年的上头那个金冠都没了。对，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有了这样的像呢？这个像也本来就是密宗像，希望一切的神灵佛菩萨能够永生永世护佑着他的孩子们都能够如意吉祥，不是今世，还要世世吉祥啊、哦！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愿啊、哦，才铸造这尊释迦牟尼佛像啊，很有意思吧哈、啊？那这个呢，我们就是简称叫金刚月，这些都是密宗法器。过去他将又做这个法器的时候啊，他有个参照物，参照物参照的与兵器和威严相关的一些这样的物质，像上头这样的像隆起来的鼓形的这个东西呢，印度阿育王时期啊，皇帝帽冠顶子上的那个顶子和他的拿的那个权杖和宝剑上的那个把上那个护手是一样，这代表着权力、征服和所向披靡。那前面侧面这面呢，这个叫月，月就是斧子，在藏传佛教密宗之中常见这样的法器。我还有一个像大斧头一样的这样一个月，上头溜着金镶的银镶的宝石，那是干啥用的呢？在藏传佛教早就理解到说，思考是大脑，靠大脑，这个是来给你更新你的大脑，让你大脑之中只有慈悲而没有邪念，让一个人这个你的改变，你的作为吉祥的人不是嘴上和外表上，而是内心里头的一种改变。所以我的脑啊就是慈悲，而因慈悲而获得智慧，那就所向披靡。这个用来不是砍人的，前头这个尖尖也是这样的，是吧？像一个长枪的枪头，甚至像个匕首，这是以这个武器
所象征的所向披靡。还这个尖呢，它有长的这个金刚诀，它只要立在这里，这个方圆一千里都是吉祥的。哎，我说把它再缩小的，至少你们家是吉祥的吧，是这个意思。这在这里的话会得到天神护法的护佑，这上头既有天神，尤其是天神当中的，就是天龙八部当中那样一群神灵在护佑的。所以上面的这些雕像哈，这是夜叉像、天王像，那这些神灵是连鬼都吃的，知道吗？连鬼都吃，越邪他越吃，他吃个小鬼吧，像吃饼干一样。哎，你有这个这样的夜叉像来护着你的时候，谁还敢惹你啊？谁还敢侵扰你啊？你还什么一下子床上什么鬼压身那种感觉就没有了。床头一边放上一个，你试试看就没事了。你这个弄一个挂在汽车上，这多好呀！你这个汽车就是吉祥的，就是这些诸神天神的护佑。那底下还有灵蛇呢，灵蛇代表天龙八部的龙啊。这个东西变成这个金刚杵的时候，它在宇宙之中，你想，我觉得就是未来的宇宙飞船就这样，怎么走也行，横着走也行，竖着走也行，说斜着走也行，它是能量的意思。你这个球体是什么？这个球体是宇宙呀，你没想到它有多大。所以如果把它今天让它做成一个超级建筑物的时候，哎，我们说再明白一点，如果把它做成潜水艇的话，它的抗压能力多强啊！你潜水艇不就是个红薯吗？对不对？潜水艇没有这个结构，这个结构多好啊！这个里面就像那个核电能那个能量一样，想往哪走一瞬间就跑了。这个小金刚月啊，这些小东西都让大家带在身上的，因为多少人出现不如意，这些带在身上，小朋友呢可以拿这个绑在身上，挂在书包上都可以，这是吉祥的辟邪的。谈个合同它是比较方便啊，面试啊，带在身上，你别让人露出来，觉得他不懂的人不知道你是带的什么东西啊，就是小法器带在身上。好，愿听到的人呢都得到这份吉祥啊，得到这份吉祥的加持啊。明天呢我们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念佛，谢谢大家。现在我们开始收工了，搓搓手，把手搓热搓烫，搓搓脸，双手从下巴到额头再到脸颊，似哀非哀。再把手搓热搓烫，干梳头，将食指岔开，指肚适当的用力，手指从前发际梳理到后发际，搓搓手，由上而下拍打全身，先拍打头部，两手手腕放松，在松静的状态下适当用力拍打，拍打左肩，再拍打右肩，接着拍打前胸，再拍打左边腋下肋下，换右侧，拍打右边腋下肋下，
接着拍打腹部，双手放松拍打，慢慢起身，向下拍打大腿前侧、膝盖、小腿、脚踝、脚背，轻轻拍打后腰，往下拍打臀部，按顺序再向下拍打大腿后侧、膝盖后侧、小腿后侧、脚踝、脚跟，继续拍打两腿的内侧和外侧，先拍打左腿，两手腕放松，稍微用力，由上而下拍打，再拍打右腿，继续拍打两手臂，先拍打左手臂，再拍打右手臂，全身拍打完之后，搓搓手，再轻轻地按摩全身，双手似哀非哀，观想，将我们刚刚拍打出来的灰尘轻轻扫掉，扫除烦恼，我们变得健康快乐。同时意念，收，收，收。今天的课程吉祥圆满了，我们明天再见。生命。